你相信用两盒泡面就可以换来这么好的磁带机吗？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超帅的机械玩具，它是这两年火爆全网的透明磁带机。你可以通过播放各种颜色的磁带来提高它的回头率，它居然可以把磁带的内容保存成 MP3 格式。今天我带你来体验一下它的音质。装上一盘录制好的磁带，盖好舱盖，选择单曲循环，最后接通音源。要登上有人